好吃对不对？带两个吧。哎，裙子不要飞起来，等一下我流鼻血，我告诉你。你有男朋友吗？你要帮我找吗？我帮你介绍一个，苏敏，苏敏，这个有没有喜欢？先讲完你。我帮你介绍，有没有喜欢？还是你叫爸爸来？你叫儿子来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真的有点道德良心一点好不好？跟我讲说今天不冷，叫我穿少一点。我是说不怕迪化街那边会热，不用穿到太多。我现在穿很少啊。我穿这样子穿挺好，你我快冷死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心雨。听说我们现在过年快到了，然后。你在抖个屁！我也很累。听说现在过年快到了，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，大家都一定会到年货大街去采买一些东西。其实我小的时候也很常跟我妈去逛迪化街，但长大了好像就没有再去过了耶。你有去过吗？我完全没去过。怎么可以没去过？我告诉你，去迪化街就是一路吃到，就从巷头吃到巷尾。你要准备就是肚子空空的去，带满满的东西回家，带你去见识一下什么叫做迪化街。什么叫做年货大街？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先走吧，因为我好冷哦。Go！ 告诉各位，这就是短裤夹。哎，人要开始多了，要开始吃。我已经看到了。走。哎，你这样是不是很难拍啊？有一点点。然后我们就一路从这边这样拍过去，然后再拍过来。葡萄干，你要不要吃吃看？可以啊。好，很好吃。要不要带一包？哎，这超好吃的，豆干。我们去放鸡蛋。好，谢谢这个服务，很好喝。那你有男朋友吗？你要帮我找吗？我帮你介绍一个，苏敏。苏敏，这个有没有喜欢？先讲完你。我帮你介绍，有没有喜欢？还是你叫爸爸来？你叫儿子来？有没有喜欢？还是你喜欢前面那个叫炒干贝那个？那你要哪一个？那边都可以自己挑，那边三个都可以自己挑，那边三个今天都单身。好尴尬。没关系，我看一下。真的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，一支只要20块。快点，爱心。我刚才跟你讲说，我在默默的喝完，然后默默的走，但是好像没办法。啊，还有这个很多那种果类的东西。果干呢？它是蔬果脆片，晒干的那种。对。然后我喜欢吃那个苹果啊、芋头跟那叫什么山丘葵，我觉得很好吃。有点想买一点呢，可是我想要全部逛完之后，然后最后再买，不然我手上可能太多东西。我告诉你，在最前几天来的时候，全部都是那种叫一座山一座山的，现在好像有一些都已经收掉了。酸菜白肉的酸菜，不知道够不够酸？看看看看，好啊。只能说优惠非常的划算，一天之内或一天的优惠，要等好一天的优惠。民众每次用的好选择，好看哦。不是我的菜。然后之前我们来的时候，可能今天最后一天吧。以前来的时候真的是前胸贴后背，又急着走的，完全不能喘息的那一种。啊，所以我现在在这边走是很棒的，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。之前真的是小时候来的时候，整个完全挤到一个真的动不了的那一种。谢谢。你也不用怕这款墙壁会好脏的，可以试试看。要不带一个？还台耶。嗯，还给你。莲藕肉圆，好酷哦。
吃三文啊，我也很渴。你是不是想吃？对，我想吃。是啊，三文锅你吃河粉啊，你不用照它，你照它干嘛？东西也在照，来这里。莲藕河粉。哎，拿叉子讲。还蛮好吃的，那我要一盒。确定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他没有吃啊。有啊，他有吃。河粉没有吃哎，你要不要吃个叫河粉？没关系，我一盒就好。河粉超好吃的，河粉外面三条100多块，我请你吃热的。这都热的，没有冷的。等一下，等我，帮我吃完它就好了，要收了，太累了。哎，更凶更小心吗？摄影对不对？这样就对了。好、哦，好吃对不对？带两个吧。哎，裙子不要飞起来，等一下我流鼻血，我告诉你。我好像都会被这个吸走。赶快把握机会。我最近真的是被洗到，只要看到这个就好想吃了。脆皮五花肉就受不了。对啊，每次只要看到这个就受不了。它看起来好像也很厉害。哇，那个声音，那个切的声音很厉害。在旁边吃一下。厉害的，不也是？那里面肉也太嫩了吧？这是厉害的，加洋葱，太棒了。所以呢？超好吃的，谢谢你。哇，我超喜欢喝这种现榨的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老板说今天大出。你要吃吗？试吃吗？人家全坏了。来这边就要先试吃啊，直接给你直接买。哎，可是你看一下后面的人龙，谢谢。我还想要不要买给我妈，买给你妈。对啊，我突然看到一个很适合你的，很适合我。什么？员工听话。那我要芒果跟那个柑橘的那个。很明显的。小鸡跟小耳朵，好可爱哦！告诉你个小秘密，嘿嘿，你知道它上面问他为什么告诉你说有兔子的打九折吗？他今天卖不掉，他明年就别卖了。这边好像干货居多哎，另外一条，对，奶枣哎。吃饭哦。牛轧糖加饺子，我也不敢吃。现在出来这条好像都是卖吃的啊。对啊，有一点不知道吃什么，我现在嘴巴都是刚刚那个奶油什么枣，奶枣。奶枣的味道，我觉得现在有点想吐。哦，好香哦，那是什么？贡丸汤哎，是不是要喝一下贡丸汤？它是现捏的那种啊，它是在卖贡丸汤。对啊，一碗30，2碗50块。一碗。好啊。这贡丸也太大颗了吧！而且它好像这是现捏的哎。对。有啊，这一包都200。你再去买一碗，天哪，你厉害啊！真的很好吃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是这样拍下来，我觉得很酷啊，对我来说蛮特别的。怎么说？我当然今天是买，我有吃过的，但是现场看到很多其他比较少吃，小时候会看到，可能家里有买，但是我不会去吃。例如那种很多种口味的鱿鱼丝，看到那种照烧口味。
然后芥末口味，然后超级辣口味，然后可乐果一个口味啊，可乐果，对啊，可乐，开心果，开心果分很多。小时候我跟我妈来的时候，她有办法从第一间吃到最后一间，然后记得哪一间的口味比较好吃，然后哪一间的口味比较奶，哪一间口味比较咸，哪一间口味比较。就是他有办法记得每一件，我真的是觉得当妈妈的真的很厉害。然后还有那个瓜子，就是那种黑色的瓜子，以前我妈很喜欢买那种酱油瓜子，然后或者是有一种就是它虽然炒过黑黑的，但是它有一层白白的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瓜子，他有办法跟鹦鹉一样从第一间吃到最后一间。那我觉得就是逛年货大街，好像就有一点像过年的一个仪式感，就感觉好像逛了之后就觉得哎，过年差不多要开。很开心的感觉，有一种就是我已经要准备要过年的感觉。对啊，你不是跟我讲说你今年都没有过年的感觉了？对啊，今年都在工作的感觉。那来这边有过年的感觉吗？有啊，是我刚刚犒赏了自己，买来了一包软糖。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它多夸张。我妈在那边一直问他说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买什么？你要不要买什么？我就想说他过年，然后让他买回去跟他家人分享一下，他都没有想到半点他家人。哎、欸，真的很扯哎、欸，这个到底是？你最好吃得完啊，你过年最好吃得完，你最好吃完不会胖。我跟你讲，你猜这包多少？这个重量应该也要五六百吧？没有，300块。哎、欸，你要分几颗香蕉给我？哎、欸，你还很幼稚哎、欸，给人家抓了那个什么虫啊，跟鳄鱼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那不是我抓的，那个是我最后结账之后，老板娘又顺手抓了四五把进去。那也太好了吧？对。我们今天总共买了什么？我买了果干。水果干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超香的耶，它好适合拿来泡水果茶还是什么之类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然后再来是一个很万恶、很臭但又很好吃的蒜头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我们今天还买了无花果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有点喜欢吃无花果，但是还是要看东西。然后跟芒果干，芒果干就是要买这种就是颜色很深的，我觉得那种比较好吃。跟我刚刚还要买那个橄榄。超大颗的，每一颗都有这么大颗，而且好吃，超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也觉得还不错。还有这一包是我最爱的。哇哦，我靠，你这包才叫夸张吧？你比我大包。没有，它这个都是空气好吗？它这个中间是中空的，它这个是健康的，这是蔬菜菜干，这很好吃。今天逛整个下来，你的自己的体感是怎么样？因为我是第一次来逛那个。然后我觉得很屌很酷的是，就几乎每一件都是摆一大堆东西在你前面，然后你要试吃就是你自己直接拿就好，你只要不要一把抓，你就是拿一片然后自己试吃。我觉得讲真的，有些人真的没有水准的，就是来的时候然后就这样偷偷抓一把，然后就在旁边直接吃了。为什么他们会特别写说不要一把抓？因为之前曾经有发生过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人自己自备袋子，从第一条开始抓，抓到最后一条，自己这样拿一大袋回家过年。哇，这么开心啊！超没品的、啊，就是每一个都给你这样抓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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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是从头抓到尾，他就这样一大把回去。我们今天来是最后一天了，如果你再提前几天的话，他们那个都是拿橘色那种水桶，然后再装糖果的，然后他就这样从头给你拿一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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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一路的那个糖果店都这样给你拿一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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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年什么糖果都有。